大家好，我是陈坤好医师。最近天气寒冷，大家除了要多穿衣服，做好御寒保暖之外，可能也会做一些冬季养生进补。那除了这些方式之外，我们中医也有一些简单的穴位按摩，就可以达到养生保健的功效哦。大家跟着我一起做做看吧。首先要介绍的是腰背部的命门穴跟肾腧穴。好，它的位置呢，可以从背部这边两块左右两边凸出来，这个髂骨它的上缘对过来是第四腰椎棘突下，然后再往上两节第二腰椎下，这边正中央就是我们的命门穴。而肾腧穴呢，在两旁的肌肉上，大概旁开 1.5 寸。好，这是命门穴，两旁是肾腧穴。那我们按摩为了要达到比较好的效果呢，就是要把那个热度透进去身体里面，所以一般我会建议民众说，按摩之前先把两手摩擦，让两手摩擦36下，让两手热起来之后再做穴位的按摩，这样效果会比较好。好，透过这样子上下搓热的方式，把腰背部命门穴跟肾腧穴把它搓热。好，那按摩的时候注意，不是只有摩擦，比如是要有一点点力度，让那个热度能够透进去，这样效果才会比较好。感觉命门穴、肾腧穴这边能温热起来，就可以达到温肾阳、补肾气的作用哦。